洛秋芷，你冷静一点。清河，你先去找文人卷，跟他好好说说。好。我干嘛？绑架威胁陛下，洛秋芷，你疯了？我疯了？你好好想想，你现在这么拿着马鞭出去，万一身份暴露了，就算文人卷能回心转意，你能在书院待下去吗？ 那就不用马鞭，我用你的枪。喂，现在不是枪不枪的问题，而是绑架陛下这个事情根本就不靠谱。万一你出了事情，留文人卷一个人该怎么办？对吧？我们现在过去坐下来，好好再想想办法。干嘛？嗯。 你自己过去，想想，想法干净些。嗯，放心吧。好了，准备好了，走。小晴晴，快快快快！公主殿下。 我决定了，我不要等到这个月底了，明日就要与你成婚。那太好了，你想通了。公主殿下，之前是洛某不知好歹，愧对了公主对我的爱。现在洛某终于恍然大悟，不知公主是否愿意与洛某散散步啊？ 太好了，我准了。等我干嘛？让开！请，请。请。罗秋池，杭将军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你叫我来的吗？啊，这位是我的好友杭教头，杭将军，参见公主。 这可是我朝最年轻的将军，战功显赫，英勇无敌，是无数少女们的梦中情人啊！你怎么能在公主面前说出如此梦朗的话？我们还是继续走吧。啊，将军找我来，不知是为了何事啊？来来来，快到我们了，跟我走，快快走走快！丫丫，丫丫。 在下失礼，我爱上你了。啊！我要跟你成亲。不行！你不是喜欢洛秋池吗？怎么又有个阻拦的？你凭什么说不行？我杭如雪，你太过分了！你太过分了！不过为了公主的幸福，我自愿退出。 真的？嗯，你真好。不过你也别难过，聘礼你就留着吧。聘礼，好好留下。嗯。公主，我要跟杭将军说两句。啊。什么意思啊？照顾好公主。我，兄弟，抱歉，实在对不住了。什么？喂，对不起。 公主，公主，公主。
公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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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